诸位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啊，《感应篇》讲啊，忠孝有替啊，正己化人啊，啊，这个是啊，基本啊，在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》净业三福啊。 低福低气啊，就是孝养父母啊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那么，佛门的这个《孝经》啊，就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啊，所以四出四法，那么这个根源呐，啊，都是建立在孝道这个基础上啊。 在昨天中午啊，啊，跟新竹科技、延培大学的同学啊吃饭啊，啊，吃过饭了、啊啊，这个给他们问问题啊啊，有一个同学啦就起来问了啊，他说啊，父母如果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，那这样我们还要孝顺父母吗、啊？啊，问了这个问题。 现在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太多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离婚率太高了啊！那单亲家庭也非常的多啊，离婚率很高、啊、所以啊，往往啊，这样的家庭就照顾不了儿女。那、啊、当然，这个儿女受的那种。 伤害啊，非常的深重啊啊，因此啊啊，这个同学他的反应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，他他这个心中是存着不平嘛，那父母都没有尽到养育责任啊啊，的确现在做父母的啊,啊，也不懂得怎么去尽养物责任、养育的责任啊。 啊，这个养不是说有钱给他啦，给他吃的，给他住的好的啦，啊，他要钱就给他啦，他要名牌就给他买名牌啦，不是这个啊，啊，这增长他的贪欲啊，啊，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，啊，这个溺爱啊，孩子，那将来他就不孝了，啊，这个是必然的、啊。 啊，所以我就给他回答了，我说：“啊，这个父母啊，纵然没有养我们一天啊，就只有给我们生下来啊，马上生下来就就就，可能以前的人呢，生下来呢就送人了啊,啊，啊，那这个没有尽到养育这个责任啊。那么纵然是这样啊，我们还是要孝顺啊。” 啊，那你你生你的父母没有尽到养育责任，那可能有其他的人养育你啊，那养育这个养育的恩也是跟生生父生母是一样的，要孝顺的。那么生父生母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是他的过失了，啊，但是啊，你还是要孝顺啊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身体还是他给你的啊。如果他没有生你这个身体，那你今天怎么有这一切呢？啊，那怎么有人去养你？啊，你怎么能成长啊？那么你一切的享受也是因为生生父母，他有这个身体啊，所以还是要。 呃，孝养啊，不能够说不孝啊，还是要尽孝道啊啊！纵然没有在身边呐、啊，那么也要存感恩之心呐啊,啊！不能有这种怨恨啊，怨恨那就变成不孝了啊啊！不能怨恨。那么孝顺父母啊，这个顺就是顺善的啊。 那么恶的方面，啊，不能去随顺，啊，恶的方面呢，父母做错了，儿女他有劝谏的责任，啊，所以这个《弟子规》也讲的。那当然劝谏就是说，你儿女对长辈不能像教训晚辈一样那种口气那个态度嘛，啊，啊，你把这个父母当做小孩子在训啊，那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是。 礼貌上是啊，不可以这样啊，所以他那个态度啊啊，这个呃劝谏呐啊，那当然这个态度啦、语气啊，就是说要有这个礼节了啊，依照这个礼呀啊,啊来劝谏啊，这样啊啊父母比较容易接受啊，如果你把他像训儿女这样啊，那 啊，恐怕他知道自己不对，他也不会接受啊。啊，那么有一些父母比较不明理的啊，你这是好话，这个好的态度劝谏呐，啊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还反过来打你啊啊！这个《弟子规》也讲到了啊，那被打呢，你你还是要忍下来，不能去怨恨，还是。 有机会看他这个心情比较好，继续劝啊、哦，这个才是一个孝子的一个表现啊，啊就劝不要这样啊，啊，那这样啊，总是会让父母啊，他有所感动了啊,啊，他总是觉得讲了这么多次，他一定也会有感觉了啊,啊，这个是《弟子规》上啊，也都有教我们这样、啊。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教这样啊！现在教的都是负面的、反面的啊，就是所以变成现在社会啊，杀父杀母的案件很多啊。那这个在古代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！所以这个百善孝为先啊，这个孝的原点就是从这个善的原点就是从孝出来的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 啊，这是最基本的啊，所以你看呐、啊，这个佛经啊，世间圣贤呐，啊,啊，没有说教人不孝的啊，那教人不孝，那肯定是不对的啊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。那么做什么事情，其实都是离不开孝道啊。你看《观经》十一句后面也都是。 在落实那个孝道啊，你没有做到也是不孝，孝也不圆满啊。所以一直到成佛，孝道才圆满。啊，这个我们也必定要了解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啊，这个越来越不好教了，特别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，在民主的社会啊。 下一代不好教啊，因为呢，民主自由啊，那你父母要管教儿女，那现在那个警察局有一个有一个什么虐待儿童专线啊，父母管教儿女，他的儿子七八岁就打电话去警察局，说我父母虐待我，赶快把他抓起来哦,呵呵哦，那警察就带枪来了、哦，把他父母抓走了。 大家想一想，这样下去，这个社会变什么样子？他小孩子，他能懂什么？所以现在下一代你会很不好教啊，因为小孩他的啊思想啊各方面都不不成熟嘛。他怎么啊？怎么可以啊？任凭他。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呢？那、嗯、你不把他宠坏了吗？啊，那你不是爱他了，是害他了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啊，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到长大了，那不听话啊，那叛逆啊、嗯，再来痛苦没有用啊。啊，这个那现在懂这个道理也不敢教啊。 啊，因为国家定这个法律啊，是在害下一代啊，那不是在教下一代啊，要要搞清楚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看，你看现在美国式的民主，它都没缺点嘛，是很自由啊，啊啊，专制民主各有优缺点，啊，但是。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？现在有很多国家呢，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啊。到到底是不是民主政治就是唯一最好的一个制度啊？但是啊，这个讲也不准呐、啊，看结果嘛啊。那么结果总是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制度嘛啊。然后它后面。 教出来的下一代哪一个比较好嘛？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数据说话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那个教的比较好，哎，那个制度虽然是专制，但是他能教出好的下一代啊。那、啊、你民主比较自由，你你下一代都完了都没有了，那哪个比较好？啊，这个要看结果，这个数据来说话。 啊，不能我认为怎么样啊、哦，就是好的啊。那认为是我们在认为啊，但是你要是要看到实际上的它的结果，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啊？所以这个你没有透过这些经验呐、啊，也很难讲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有优缺点呐啊。那么关键呐、啊，还是在人。 关键还是在人啊！过去我们老上常讲，你一个好的制度，如果那个坏人去做啊，好制度也被他破坏；你一个不好的制度啊，一个好人去做，他会把它改好。那不是制度的问题啊，制度是其次的，制度还是人定出来的嘛。那定出来人，你要去往好的方面去做啊，那这样才对啊，那个制度。 才有用啊！啊，如果你不是照这样做去执行，那那个制度等于零嘛！啊，所以人好坏是关键啊！所以过去我也常常讲到了，政党没有好坏，党哪有什么好坏啊？人有好坏啦，政策有对不对啦？ 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你你好的人，好的政策，你什么党来做，他一定对国家好嘛，有帮助嘛？啊，如果人坏，啊，没有伦理道德、因果观念啊，胡作妄为、自私自利，啊，那这样坏人来执政，啊，政策肯定很多是错误的。 那你就害了国家了嘛，害了人民了，必定是这样的嘛，啊，所以政党啊没有好坏，人有好坏，政策有对不对啊，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啊了解啊，所以关键还在教育啊，你把怎么样把一个人教好？ 这个世世界才会有前途，才会有和平啊！如果这些这些人呐、啊，都学坏了、嗯，大家想一想嘛，这灾难从哪里来？人制造出来的、啊。但另篇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！啊，善恶的果报如影随形啊！你人制造出来吗，不是上天给我们的。 啊，所以人要负责任啊，不能推卸责任啊，人要能够反省啊，啊，这样这个世界才有救啊，不然呢、啊，灾难肯定是越来越多，因为你人不断的制造灾难嘛，啊，你又不知道自己在制造灾难，还要怨天尤人，罪过不就更重了吗？《感应偏讲怨天尤人啊。 啊，自己不反省，那就怪别人，啊，甚至怪天怪地啊，那就是罪加一等了、啊。所以这些啊，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啊。啊，那么今天我看报纸啊，头版又登了一个坏消息了啊，空军两架飞机擦撞掉到海里啊，一个确定死了。 一个还在守旧啊，所以这个因公殉职啊，啊，我们也跟他立个牌位啊，跟他归降归向，那个还没有找到的，就啊，先给他立个冤亲债主啊。这个啊，我们也啊尽一点心呐啊,啊，这些也是不幸的事件啊。那总是啊，佛讲啊，还事。 每一桩事情，啊，离不开因果啊，因缘果报啊，前世今生来世啊，三世因果啊，我们一定要啊，好好来学习啊，这个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教育。 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祝大家无慧增长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